住了。金我取到了，俺老孙啥功名不要，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，过过逍遥日子。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，我懂，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，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。我也懂，我不懂的是你他娘的杀我猴子猴孙。蠢狗，放肆，还不退下，都记好了，他不是只普通猴子，他是有功的猴子，是封过佛位的猴子。这里除了我，没人配与他单挑。猢狲的猢狲，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。这样吧，一会儿若是你败了，我带你回天庭，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。若是我输了，我定然不会罢休，他们照样铲平花果山。哎呀，生灵涂炭呢，好歹也同僚一场，是真不想打。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如何？这么多年了，除了那只猪头，就属你最会扯淡，最能逗老孙开心。杨兄弟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，其他两颗先给你留着，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，这里的，上面的，还有刚刚那条黑的，留下点儿，一起上吧。老天一再给你机会，你这般不识抬举，算不算背恩忘情？
就是你说的丹条？天上阳光扎眼的很，有种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。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。他一生豪杰，平生最喜自由自在，纵然得了镇国金身，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繁荣，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。谁知他辞了佛位，欢喜欢想，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。哎，这块石头啊，在山里住了不知多少时节，我打小听人说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，他乃天禅石猴，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通，纵然不幸身死，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，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，各自逃遁隐匿世间。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，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。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，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，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，待灵物尽数回归花果山之日，或是大圣复生之时。不怕阎王，命不休。哎，你看，远道福自由。大哥，真是有口福啊！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好个小猢狲，敢捉弄你爷爷！今日定叫你知道厉害！